好，我接啦，方明、冰鱼、小球、乔恩、妈友大姐姐，午安，午安 ，Win，Hello Win， 三人，卡球 ，Lunik， 冰鱼，等我一下哦，我慢慢看。嗯 ，Hello， 谢谢谁送北极熊的书，谢谢你的相遇，切换戚薇。树梨阿鹏鹏，里头哎芋头，李晨芋头，金鱼九蛋安小嘎啦嘎落日一笑笑飞哥，阿伯我就让今天位置不一样，对，今天是窗边，吵了蛮久。L 木婷，朱伦。浩毅、卡球、雨南、克里斯、乌鱼，早安！浩毅，早安！洛克、Andrew， 这个角度好适合嘟嘴，有什么适合嘟嘴的角度？一柔、马友换手机直播了吗？换蛮久了吧？那应该也上个礼拜了吧？马友吃饱了吗？还没。我真的是这几天真的是忙不过来，忙不过来。我刚回家路上买了路易莎，小瘦 Sam， 妈有昨天线上谈话会辛苦呢，谢谢辛苦呢。今天光线蛮好的。今天是自然光，BLB， 夫妇猫，哩咕哩咕一个人，蓝熊出没，志宏，金米粥，仲莹，克里斯昨天线上谈话辛苦了，可恶，麻油太精明了吧，出没，飞船，吃点东西吧，我有买，我有买。直播日本人吗？是的，终于等到了，谢谢仲莹，我来见到马友仲豪。今天眼睛很大颗，可能没有水肿吧。忙完就可以学好好休息了，大概也要等到7月30号才会忙完。小顺，你的寻觅岛去哪了？小鱿鱼误解。靠靠诺诺，谢谢。不会怎样，看米，忙完就可以休息。对呀，狼狗，看米，谢谢。这谁？树林，谢谢你的小辣椒的愿望，谢谢树林。雪碧，木子幼柱，可是你中文很标准呢，谢谢。520，叶虎。一米1688，安安安，还蛮多人，等我一下。坤坤，卡丘二号还要很久，对呀、这个位置真的光线很好，真的吗？那我以后都在这里。仕事しながら見ます，嗨，大二小佳 ，Hello 小五，出现上谈话辛苦了，辛苦大家了，波西超胖 ，Hello。一炒盘什么？谢谢香菇的告白气球，谢谢香菇。怎么声音有点沙哑？我是觉得这几天真的太累了。双鱼林岩博西917，谢谢香菇辛苦了。九蛋放音流，到。首先呢，就是真的很抱歉，昨天让大家等很久了。就是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那种，就是真的是，对啊，就是有一些问题，然后让大家等很久。然后我原本想说，
我应该要，就是我原本是六点到七点，然后应该是到七点零五分，然后就想说七点零五分的时候应该要就是下线，就是我啦，因为会影响到后面的成员。但是因为就是工作人员已经确认好后面就是还有人在等待，所以我也没办法就是准时下线，就是导致后面的成员也是一直 delay 下去。对，就是对麻油坊也觉得对其他粉丝也是很抱歉。对，昨晚加班加到几点？这个可以说吗？大概几点？九点前吧。对，九点前，大概是。不用抱歉啦，就觉得对啊，就是很有点可惜啦。对，就是因为第一天，而且我是第一天的第一个，就是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啦，就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或是没想到的状况，但就是对，就是那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多这样子吗？我也不知道。差不多 delay 两个小时啊，也打乱你的行程规划吧。对我来说是还好啦，就是我下几点下班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要等到几点都没关系啦。主要是粉丝们吧，就是因为这么临时收到这个活动的讯息，然后还愿意来找我，我是觉得很感动。就是我应该要配合大家的时间才对啊，就是如果这么临时的话，我应该要配合大家的时间才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加班到几点哦，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对啊，真的无所谓。但是就是很怕大家会觉得不开心，对啊，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不开心，就是昨天没有聊到的粉丝，我们还是有机会就是见面聊天的。对 ，Kicks， 谢谢你的爱的小熊，乌月，谢谢你的 kiss 啾啾，真的太临时了，提前，其实我们也是提前一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其实也是很临时，就是没有人先知道啦。我也是蛮吓到的，大家应该都吓到了，对。但是，我是觉得公司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就是没办法，对，对呀、啊，没办法。克里斯，谢谢你的雪茄。没有人知道，麻友还因此取消哦，对啊，就是因为对，这个是可以证明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来就是改到17号嘛，改到17号就想说啊，这天应该没事，就是因为早上9点就有培训了，昨天9点到3点多就有培训，然后就想说啊，那一天晚上应该可以开直播，然后后来前一天晚上知道有线上直播，线上谈话会，所以又要改直播时间，就是觉得很抱歉，吓到麻油了吧？好期待思雅的毕业演唱会，我也很期待少鬼的 Jungle。那你好，谢谢仲莹的告白气球，看到时间就知道你们也很临时才知道，蛮好笑的。培训了马上私讯了，辛苦了。对，昨天培训其实真的还蛮久的，9点到3点，有几个小时，10、11、12、1、2、3，对，就是6个小时，有拍照吗？我已经把衣服洗掉了，对不起。麻油赶开播，辛苦喽，辛苦了大家。后面谢谢行李箱。那你有想试训要穿什么哦？我有，而且很好笑，因为我们的师傅都要确认好嘛。然后
我收到那个集合时间是昨天的大概四点的时候，下午四点的时候，但是我那一天，我昨天九点就到练习的地方了，就是九点到三点我们培训，然后我带了自己想要穿的试训的衣服，然后四点多收到通知，几点集合啊，或是就是上面写说，请记得带确认过的师傅，然后想说确认过的师傅，所以我现在还要穿衣服的照片吗？但是如果万一被说这件衣服不行哦，那我要怎么办？我只能穿公司的，我只能穿公司的制服啊。我确认过的衣服的意思就是说，握手会啊，或是其他活动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穿私服的话，经纪人会先确认我们的衣服。谢谢小帅的告白气球，ありがとう。お疲れの告白气球，ありがとう。对，就是如果不合规定，就拿公司，就是只能这样子啊。因为如果对要审核过服装，还好我昨天就是经纪人也是蛮宽容的，就是我到公司的时候，经纪人就问我说：“哎，你还有你等一下要穿这件吗？”就说：“对。”然后好哦，那你不用传那个就是审核衣服的那个讯息，就是说哦，谢谢姐姐，就是他们都蛮宽容的。然后我是觉得工作人员也非常辛苦，毕竟也不是工作人员想要这么临时办就办的，对呀、啊，所以工作人员真的很辛苦。所以呢，就是。都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不要去责怪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的经纪人就是影像部或是什么的，就是真的很，他们很辛苦，很辛苦，真的很辛苦。直播的衣服应该都不用穿，直播的不用，就是如果有正式的，对，怎么样和什么审核，不过可以看一下，不行啦。你怪他们那怪的，我他们有看，因为喜欢你啊。对，加班到十二点，而且就是隔天还要继续上班。嗯，而且我们昨天九点练习的时候，哎呀，那经纪姐姐们、影像部姐姐们都有来，嗯，就是九点就到，然后帮我们拍花絮影片呢、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他们，我是九点上班到九点嘛，但是他们是九点上班到十二点，可能也不止十二点，因为就是那个线上谈话会，就是一直要陪我们，但是经纪姐姐们还要很多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其实应该加班到十二点，十二点过后才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一些经纪部的工作，所以真的觉得。姐姐们真的好辛苦，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的耶，而且是应该是说很辛苦，但是他们非常愿意去做，所以我觉得很佩服，也是觉得很感谢他们啦。对啊，这礼拜的练习嘶哑的练习的嘶哑比演唱什么？这礼拜练习的嘶哑演唱会辛苦了，对对，就是我们最后的确认了，对。鼓掌鼓掌，喂喂喂喂，哎 ，hello， 真的是很辛苦。对啊，你们经纪人总共有几个？还是一个经纪？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呢、啊。只是如果能够预想更多状况就更好了。嗯，对，可能就是，不知道，就对，就我也没办法说什么，就我只能抱歉。对啊，想试试吗？偶像生死斗，知谁最会带偶像？哇，太可怜了，不要，必须带零食。对，哪一个经纪人有分配几个？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没有分配几个成员，没有要出门玩，因为我们毕竟。还是疫情时间，然后我们六单的成员，就是不管是六单的成员或是全部的成员都要做好防疫，
我们应该没有要什么一起出去吃饭或是什么的，对，尽量避免群聚。对 ，Happy 三，这个礼拜六的生日会有看到吗？很开心，虽然没有猜对匕首画脚。匕首画脚成语也太难了啦！生日会结束又继续哦，那一天我真的快死掉了，你知道吗？早上练习的时候已经就是体力已经剩到50%了。生日会当然很开心，很好玩，很开心。但是生日会完之后马上去培训，然后那个培训是 rumor。就是我们新单曲的练习，所以呢，就是比我是觉得啦，不知道其他成员怎么觉得，但是我是觉得单曲的练习是我练过最累的。对，单曲的练习是所有歌曲里面最累的一首歌，所以就是练到10点的时候，大家的眼神都。真的假的的那一首，对，这个行程答应了吗？其实我们从礼拜几开始，我不知道，我已经过了一个礼拜的这样的行程了，就是大概就是早上到晚上，然后今天也是我大概8点起床，对，没错，所以这几天大家可能很辛苦了。对，怀疑人生吗？我现在已经怀疑好多次了。我今天早上8点起来的时候，也是已经怀疑很多次了。我想说，就起来，8点，好，我要化妆了，好，加油，妈呀！对，谢谢最爱一班妹子 ，Hello， 爱了勇哥，垃圾车来了。星期六游戏成员真的辛苦了，好硬的行程。对，一堆培训，早上体力还有50%，很好了吧？我早上体力只有30%，没有啊，我是说早上有180%的时，就是体力，但是练完只剩50%这样子。骑车中，骑车要小心点，可以不要化妆，不行啊，要拍照要摄影的时候就不能不化妆呢。加油啊！我也8点起来，下次给你 morning call， 好啊。然后我好久没有鬼压床了，我昨天累到就是洗完澡去玩头发就直接睡着，我就睡着，然后早上大概5-6点的时候就鬼压床了，鬼压床，然后吓到就是天哪，然后就鬼压床之后呢，就是大概过了30分钟后就醒来，刚刚是鬼压床，然后就动，终于可以动了，之后就看手机，大概5-6点。然后就又睡回去，然后8点起来，那个色鬼又来了，那个色鬼那个很不好说，超级不好说。之前就在大学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那是有一些不好的状况，但是我是觉得这次的鬼压床是比较像是身体太累了，对，大家都会讲对。看来下降单曲选拔，考科要体力决胜了吧？无限循环，最后倒下那个谁？对，真的是在比体力的。鬼压床长发生没有？哎，我是大一的时候太常发生，我就想说到底是怎么了，然后后来就回去日本的时候去拜拜，然后后来就还好了。然后我应该是三年多都没有鬼压床，然后昨天就太久没有那个感觉，就觉得吓到，那应该是说他身体真的太累了。对，应该不是，因为现在采光也很好，然后就是也没有，就是过得蛮舒服的，所以应该也不是什么不好的状况。好，期待明年的六大默书会，对，我很期待。恰尔当，来讲什么呢？生日会，讲生日会吗？你们生日会玩得开心吗？确定是明年吗？你说明年是什么意思？
明年握手会，不可能是明年吧？我也不知道哎、欸。啊，迟到没办法玩，可惜了。拍得很开心，没办法没去。大家看拍的生日会影片，就看两个是对啊，谢谢麦的生日会在前面超好拍。可是有成员年底要休息准备学测啊，不太可能有在缺席的状况下举办握手会。那，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哎、欸，我们连八月的行程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求你马道多，谢谢心动会员，并且谢谢你的暖心消耗，谢谢。生日会内米的衣服是租来的吗？当然是买的呀，当然是买的。生日会很感谢，这个人都穿得很漂亮，对不对？没关系，我也是猜测的。股票前面传到我，以为答案是走台步，笑死啊！真的。真的是国标舞，真的不错啊，真的不错、啊，多的是你们不知道的事。谢谢思琪的暖心，午安，小豆芽。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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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两点了，好快哦！最近时间过得非常快。妈有的五维熊比的很好哎、欸，虽然我一开始以为是米老鼠啊，一个啊，小双好，谢谢你加水蜜桃，狗标要两个人呢、啊，所以我去抱肉肉了、啊。凤梨，全灯开心坐第一排，对呀、啊，看得很清楚吧？五维熊太简单了吧？你这套也很感，真的吗？我也觉得蛮适合的。很期待买生日 T， 还有三个月。你那套衣服很可爱啊！你那啊那一套衣服我也是期待。一日限定什么？一日限定。风谢谢百事可乐，16.5岁。雅雅，异端，辣辣的姐姐有吗？这套也可爱的，谢谢。我觉得我以为蓝色不太适合，哎。而且呢，我生日会的那一套衣服啊，我以为是蓝灰色，就是比较灰灰的蓝色，就是不要那么蓝的。因为我自己以为我不太适合穿蓝色，所以我很多时候都没有穿过蓝色吧，除了疫苗衣服。对，疫苗也是不是蓝色，是淡，怎么讲，浅蓝色，对，淡淡的，所以我觉得还好，就显白。但是。这种就是这种蓝色还好，但我不喜欢很非常蓝色的蓝色，你懂我意思吗？对，但是意外的适合啦，就觉得还好。谢谢鱼的百事可乐，生日会啊，我翘班为了见麦有一面，耶！爱老虎油，你翘班啦、啊，谢谢。田中。你走开 ，Hello， 店小二点一七，大家谢谢你们的礼物哦，是红包，红包的到来。嗯，生日 T 哦，我最近有在就是思考要怎么样的生日 T， 对啊，因为这次就是我觉得这次。很难得的 C 位嘛，所以我想要就是设计上有一些 rumor 的感觉，但是也很难想，大家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吗？建议吗？然后就到时候再想，慢慢想。C 马 Joey 谢谢，今年圣诞厅应该比较豪华吧？求自身。对，我也想说，就是我不想要那么的，就是因为梁次的生日T都比较简单一些嘛，
就一个是麻薯，一个是南点，就觉得蛮简单的，所以这次想要再有一点设计，但是很难，直接犯错票吗？会不会太自恋呢、啊？我，嗯，谢谢你，那后面给换你一个 Lumar 的舞蹈啊？什么？你说 T 恤什么？你说那个 LED 的那种？笑死！谁也要买好的生日 T 哦，对吼，阿潘也是，你穿的很漂亮，谢谢思琪。嗯，什么自恋？琪琪别说，我说我自己啦，因为很奇怪，我自己都不太习惯哎。对啊，直直看着镜头一下，好的。舞蹈剪影感觉不错哎，很帅。你说，谢谢这好可爱的礼物，猫猫抱抱，谢谢。哎嘞，刚刚 Gekus 也有给我，对不对？对不起，我忘记讲，我忘记讲。谢谢小五的猫猫抱抱，中文超强呢，谢谢。Lumar 给一着酷帅风黑色，没有，我这只想要灰色，但是我很害怕大家不太想要穿灰色，因为夏天比较明显一点，还是深蓝色，深蓝色还可以接受吗？你可以跳 Lumar 的时候的蛮有剪影啊，你说就是做成照片这样子一个一个动作吗？哇，真的假的？这个不行啊，还是背影哎，如何就拍一个跳舞一个 Lumar 的经典动作，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经典动作，脚抬起来的动作我不要，反正就是一个 Lumar 的一个选一个动作，然后拍背影，然后就啊怎么办，怎样九宫格动作剪影不错哎，哈，可是这样子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拍耶，这样子不是剪影，是你的轮廓没有照片哦，我的轮廓没有照片啊，那我要自己画画是不是？我画的背影会不会太帅？就是帅气风啊！谢谢小五学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陈恩大哥的红玫瑰，深灰可以，灰色不错啊。衣服喜欢灰色系的哦，真的吗？我之前是很怕，就是大家觉得灰色不好穿，对，应该浅灰不行，对不对？深灰还可以接受，对不对？不要白的就好，这些都可以接受。外面好热啊，怎么办？用你跳 Lumar 照片做啊 ？J， 你从照片剪辑就好了吧？哦，之后再涂黑。哦，要涂黑吗？谢谢建国的百事可乐，绿色好吃吗？好吃，好久没吃了。欢迎小米酱。诺诺，谢谢您的红玫瑰。我这个人很单纯，喜欢的人拿什么给我都能接受。对，太可爱了吧，好可爱呀、啊！啊，冲浪客，现在吃哪一餐呢、啊？早午餐，早上没时间吃饭，就对，现在吃早餐。但是时间上的话，午餐，早午餐，剪辑 Air Jordan 表啊、哦、，OK， 懂你意思。那如果喜欢很多人怎么办？喜欢很多人到底是什么啊？小硕，一开口的嘿哦，剪影不错，没有穿什么颜色其实都可以。嗯，还是白色啊，就是比较不 care 那些。就是对吧，汗流汗的时候比较不怕，对不对？我昨天原本有干嘛有私讯，但实在没办法开，没关系，对不起，就对，就是还是会改天的，对，
还是会收到讯息，应该是八月吧。今天开到三点，冲浪课。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大学的时候，所以呢，大概快五年了吧？对啊，快五年了。啊，喜欢很多人哦，就是我啊，草莓酱。不要对不起啦，真的不是你的错。不是啊，我认真，因为我就代表公司啊，我不说谁要说，对吧？我就是，对啊，代表整个，就是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代表整个公司。那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是没办法面对大家说对不起，那我当然要，对啊。代表公司说对不起。你是不是被拿枪逼你说的？变没有啦，笑笑，谢谢白色可乐。我都就是我昨天七点多的时候，我认真觉得，哦天哪，粉丝们太辛苦了。对，就是大家的时间都很珍贵啦。他们其实可以用官方 IG。真的不知道啊，而且发官方 IG 的人是影像部哦，不是对啊，嗯对 ，Olian Hello， 工兵 Olian 当兵加油哦，没事啦，你们也很辛苦，是怕被骂吧？我吗？我不会被骂。官方 FBIG 可以发个公告了，没有要他们出来，只好推成员出来当火炮火，当炮火。我觉得你们好辛苦，也不认，心责怪你们。而且你看你们出来帮忙道歉，很心疼，心疼。SNN 不是宣传部，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部哎、欸，其实宣传部嘛，我也不知道。谢谢小五上班加油，阿烈谢谢红玫瑰。我听到消息也很为马友好参加的粉丝着急。嗯，刚刚来说无救 business 上说很不欣赏这种做法，你说？对不起，对不起，那我不道歉了。没事，成员都辛苦了，拜拜。谢谢小五，谢谢你的告白气球。不是。跑火要跑对人啊，那什么的，什么啦？妹长，还有个机缘哟，还有子的面上，没事啦，过去就过去了。对，以后改善吧，以后改善，过去就过去了。大臂当混血，めちゃめちゃ混血になったの？聊点开心，这种时候呢，需要一个可爱的东西。宣传部、影像部、经营部都是同一个人做啊，就这么稀罕的。希望昨天的辛苦有当做经验教训。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马修。あったじゃん。スティッチのふざけて風船にしたままになった。そういうことね。我是实体见面拍的。一进来看到马修，哎，叔叔，叔叔跟马修。没修，怎么了？你又生气了？为什么我开直播的时候会生气？你真的不给我面子耶！嗯，你真的不给我面子耶！那跟大家说一声拜拜，然后再走好不好？爱你呢。哎，小虾头出来了啊！小虾头出来了，好可爱哦！小虾头出来了，收回去。你忘记收舌头，把舌头收回去，舌头会收回去，乖，乖乖，爱你，我的宝贝，好可爱哟、哦。看了，看了，对不起啦，打扰你睡觉了。啊，那麻薯，嗯，播他就开心了吗？
想跟马叔当好朋友，主人怎么给什么仆人？马叔找那个公主生方便，不好意思哈、哦。来，哎，马叔跟大家说拜拜，拜拜，不要太凶，拜拜嘛。他真的不想看到镜头。拜拜，好了，谢谢。我去，都是毛啊！哇，都是毛，都是毛，都是毛，都是你的毛。哎呀，哎呀，都是他的毛。马叔好强，欢迎 CAD48 的颜值担当马叔，真的他颜值真的好高哎，头上也有一个马叔的毛，对耶，不止一个，我的白毛，能被马叔的毛包围太幸福了，小你在干嘛？你刚刚不是生气了，还在玩妈妈的手？对对对对，谢谢 Gigs 和妮子，你在干嘛呀？他在玩我的手，好不理智哦！他是个公主病的，妈，你的全身都是毛毛吗？没错，我的全身都是毛毛，啊，我的嘴巴里面也有，这个你有感动吗？我在嘴巴里面，马叔有偷咬你吗？他的咬是想要玩的那种咬，就是轻轻的这样咬，然后就我就说痛，然后他就嗯，对，嗯，好像开始舔，超可爱的。经过这两个月的考虑，我真推马叔，哎，什么意思？马友呢？叔叔谢谢五微笑，微笑，还有这个礼物，好好笑，五微笑，可爱耶。那无为熊比较好，比较好比，太好了，谢谢冰冰的百事可乐 ，Other 五二零，谢谢红玫瑰，谢谢大家，我转对马水，怎么这样啊？我的脸上都是毛啊！啊，好痒，四级谢谢微熊。红鼻子，谢谢齐薇，还好我有看懂妈友的五维熊三个字，对啊，博喜太棒了，太棒了，その表情可愛い，どの表情？我单对马叔，哎、欸，是吗？是吗？能分享哎，马叔脚掌有鲜血着吗？啊，太可怜了，就是那种脚印嘛。ペットの毛量が多い、そうだね。能分享耶，谢谢你相遇，谢谢你的相遇。今の気を払う時の渋い顔渋い顔って言われた小乖 Hello 小乖 Hello 恶魔，哎，真心マッサージに行きたい，下次愚人节该出全员的神啊，宠物神学中，哎、欸，很不错哎、欸，哎、欸，我觉得真的可以，可以告诉姐姐们，哎、欸，我觉得真的可以耶、欸，我觉得真的认真，我认真觉得可以耶、欸，但是我很想要出马叔的神学中，哎、欸，好想要出哦，我真的很想出马叔的神学中嘞，你们会电子神学中的话，你们会购买吗？大概两百块，大概两百块。提案してみ、Pet 48 Team TV， 很棒，很棒哎！马叔预约的销量冠军了吧？买买买！哎，以后的梦想，真的吗？哇，很棒哎！其实呢，我认真觉得，我超想要创造一个。马叔就是只有马叔的 IG， 就是
猫咪账号，这样麻薯的账号，但是不现在不行啊。对啊，我真的很想要哎、欸，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接很多业配，知道很多猫咪不是这样子，然后拿到很多免费的商品吗？麻薯的纸笔，啊，到时候有些的话，因为我现在有那个。这个，然后麻薯的升学集，然后抽奖礼物，抽奖第一名是这个，就是第一名送你麻薯的毛，如何？我认真觉得很棒哎，你们觉得呢？好棒哦，好想做，阿丽森，阿丽森。用自己的产品跟猫咪合照也有机会。我有收到猫咪的业配啊，但是因为我不能接啊，对啊，抽猫毛太赞了嘛，对不对？而且我会做成一只麻薯再送给你们哦。我用麻薯的毛做一个麻薯，不知道做的好不好。反正就是我会做，然后就送给你们，这样如何？你在干嘛，麻吉？你干嘛？你在追什么？小虫吗？要先集第20包抽起来，不是，我要做的是升血剂，不是升血针。对，然后我在，你在干嘛，宝贝？宝贝，你在干嘛？你在追什么？又有虫是不是？生日会礼物，生日会的礼物，问问看公司吧，能接受手表。也爆了哦，猫咪也可以，真的吗？你再问问吧。你要分装手包啊，行销一波。哎，都谢谢你的红玫瑰，我觉得太棒了。今日我们光那个那么的跟你，嗨，那里咋里个？你到底在干嘛？为什么在报仇？为什么？报仇族。哈里党，谢谢你的。我来签到，我可以做一只麻油吗？你能做就做啊，但是你如果做不好的话，我就会走心哦。请问是一本一个抽奖会吗？先来十本。啊，借猫食夜配啊，然后你会看到粉丝限动都在吃你，都在吃你跟麻薯代言的猫食，太好笑了吧？粉丝们这样也太可怜了吧，笑死。真的很想要做麻薯专业的麻薯粉丝专业 IG， 很棒吧？啊，你在追这个？这个是妈妈的做，没关系，你晚。好诶，差不多明年初就跟姐姐提案吧。你要当麻薯的小编了吗？对啊，麻薯的小编，但是我不回任何讯息哦，因为麻薯没办法打字。很棒吧？哎呀，我好想做哦。其实麻薯小时候的那个照片其实也是很多，但只是没有po。因为那时候画质很不好。拜拜，先上班，浩一上班加油。点点点，妈妈，妈妈，墨迹，墨迹，不理我。啊，放肚肚，好可爱呀、啊、你。啊，妈妈，妈妈，墨迹，你知道你叫墨迹哦，好聪明啊。问麻薯的问题，我一律建议回喵喵喵。哎，我觉得很棒哎，我觉得很棒哎，哎，我觉得超棒的。问麻薯的，建议回喵喵喵。哎呀，
有那个是啦。哎、欸，都917确实没办法打字，对呀、啊，好可爱、欸，还是可以回讯息啊。那我们说再见吧。终于毛色，谢谢琳达的红玫瑰。爸爸爸，奶奶奶，对了，诗雅的毕业演唱会啊，你们觉得我要绑什么头发？你们决定，除了什么染头发或是剪头发之外，我可以对，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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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小马尾先不要闹，包包头，高小马尾，你们真的是在闹哎、欸，你怎么可能我会绑双马尾？拜托，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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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确定，我要发型一律高马高马尾可以呀、啊，高马尾可以呀、啊，高马尾。周围问就是八马尾，不要，八马尾很闹哎、欸，那只有一家可以。哎、欸，问这个问题我就回双马尾大波浪，对我觉得波浪也是蛮美的。高单马尾哦，还蛮多的、啊，两颗的丸子头。八马尾不是我们决定吗？哎的，除了双马尾的选项，对，除了双马尾的发型，结果还是你自己决定吗？这边编一条，然后到我一边去哦，懂意思。结果还是你自己。那波兰吗？侧边，想跟你线上谈话，一个啊，你有吗？七七都能绑双马尾吗？有可以，不要。换你阿蝶的蝴蝶裙啊，那个太可爱了，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哎、欸，不然那个衣服出现的时间长，就用这啊，哎、欸，等一下，我有机会把两个发型哎、欸。我有机会绑两个发型吗？我觉得可以耶，等一下我想想，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有机会，前面跟后面应该会长得不一样，耶，好开心哦，好开心哦，就可以换发型了，耶耶耶。可以绑两次哦，太好了，那就是双马尾跟斑马尾。拜托，我觉得第一个是就是刚刚蛮多的高马尾嘛，高马尾跟一个就是因为一个是一定要高马尾，一定要是最后，因为高马尾绑了之后呢，放下来会哦乱七八糟，所以呢应该是最后会变成高马尾，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有两个选择，两个发型的话，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然后第二个最后一个当然是高马尾，因为高马尾绑起来，然后放下来再绑个其他东西会很乱。对，高马尾跟高马尾，好的，什么？双马尾跟双马尾，不要，还真的要双马尾吗？你们真的啊？双，我想哭哦，真的假的？双马尾。啊，低的可以吗？低的，我已经很那个了，好吗？低的还可以接受。哎，没有，我是晨晨的同学，晨晨的同学，包包头爱好者。啊，包包头的话就可以说就是高马尾跟包包头。先绑高马尾之后，之后裁掉一边就变高马尾了，很方便啊。双马尾之后裁掉一边就高马尾，好好笑哎、欸！你问就是双马尾，就像七七问大家也是跟他说双马尾，还是犯法？好像没有看过马有马尾，哪有？我有绑过马尾的。
哦哟，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代表没有在看我的 IG。要 ，Hello， 点，还是要犯法？我就刚刚就想说，就是第一个发型是大波浪，然后第二个发型是高马尾这样子，你们觉得呢？现在就是马尾了，现在不是啊，现在就是不是马尾，就是随便乱那个，记错人，是真的记错吗？好好笑，马尾金电宝没有，那个不是马尾，那个是就是简单搬起来而已。Pony一点的演唱会，左边还是右边比较多？嗯，我想想，第一首歌，我的第一首歌，我说的左边跟右边是对我来说的左边跟右边，我不是对你们来说的左边跟右边哦，所以我说左边是你们的右边哦。第一首歌是右边到左边，然后第二首歌是大概在。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右边跟左边全部都是坐右边跟左边，然后第三首歌是我的左边，第四首歌是错了，左边右边，然后想左边，然后右边啊，偏中间的右边，下一首歌是什么？右边啊，哎，右边的右边，然后这下一首歌是什么？下一首歌是什么？下一首歌是什么？想不起来啊。左边，哎，也不是要去左边，中间后面，左边前面，还有什么？就我是觉得差不多啦。现在是红旗白旗，没有什么时候在中间。不要讲出高明哦，当然不会了。理解，听起来你常常经过我附近。金库密码，金库密码，等一下再吃好了。就是对啊，那我这次，对了，就是比较少在前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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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ポニーテール，哇，小丑，タピタン，谢谢你的爱的烟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タピさんも見てくれますか？オンライン，还是你用头发用卷，这样对吧？那请问什么时候会离线上洗比较近？离线上洗是哪里？卒コン、そうだよ。24日だよ。大丈夫。ね、餅が可愛い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もう無理。可愛すぎる。チャチャ、谢谢你的百事可乐。イエーイ、タピさん見てね、ありがとう。嬉ピ。でもそんなにね、今回は私はメインではないので。タピさんはきっと私のことをあまり見れないんだ。泣けるぜ。マオノウ、マオノウ。哒哒，就是离线摄影机，我不知道会在哪里耶，我真的不知道。そんなやだやだとか言いながらね、タピさんは他のメンバーを見るんだよ。そして私は泣くんだ。You, hello you.
还没叫完他腿。我来了呢，我来了呢，我来了呢。谢谢 Gex 的夜空流星，谢谢你的夜空流星。开心，多谢开心。卒業まであと6日。わあ、早いね、やっぱり。おや、谢谢你的眼睛夜占中啊。マヨ很喜欢ポニーテール吗？很常听副歌第一句。マヨちゃんのそれとか好き。ありがとう。あ、お餅がかわいい。今お餅の真似するとこんな感じ。这是现在的马上。但是那个舌头忘记收回去，然后手是这样，这样。然后就翻肚肚，然后就看着我，这样子。谢谢大比想的告白气球。线下聊天都是用公司的器材吗？当然啦，啊，不然是用我们的就不行啊，这大家的画质会不一样。我们大概就是这样 ，GoPro 在这，然后 GoPro 在这，然后电视台在这，所以呢，我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你们。很大哦，你们的头很大哦，很大哦，非常大哦。马叔总聊对呀、啊，啊，大概睡着了，好可爱哟、哦。刚才早上参加了本家的线上 talk， 很久没有讲那么多日本的哦，好棒哦。917 ，Hello 917，这样荧幕上会不会觉得马有眼睛没在看荧幕的感觉？我觉得哈，真的是我是怎么讲，第一天的第一个，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办，你知道吗？因为，怎么讲？如果我一直看着镜头聊，好像怪怪的，你知道吗？我就看不到粉丝，就是我看镜头，当然是你们有一种被看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不看荧幕的话，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也没在看你们聊天，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荧幕在我正后的话，应该还好一点点，或是再近一点点。但是那时候是比较线的问题，就是线没办法拉那么长，所以就是没办法靠近。这么可以用美机，为什么姐姐都没有帮我用美机？是没有责怪的意思，只是之前因为疫情连流行线上会议，有人说没有视线对象的感觉，视线是交错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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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对象，美丽麻友下午好，感觉看荧幕吧，毕竟粉丝应该也是看荧幕中的你们。荧幕中的我们的话，我看荧幕的话，应该会变成我在看荧幕。的我，哎，怎么讲？你们在看我，在看荧幕的我，哎，对，这份命运早已经注定。公司的设备是 iPad 没有哎，就是公司是准备一个 GoPro 在这，然后这边有电视台显示器啦，就是电脑的显示器，然后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你们，很大哦，很大哦，很大哦，所以你们表情要注意哦。很好笑的是，就是因为就是还粉丝们还不知道自己有被拍到，因为是在线上等嘛。然后我有看到粉丝们在滑手机呀、啊、什么的，就在放空的状态。然后就看到，然后就说嗨，然后就啊，妈哟，然后那个很惊讶的感觉，很可爱，还是戴口罩好了。一直强调到底头真的很大哦，这也不是那种手机的那种，是电视哦，大家也不是电脑哦，电脑大两倍大哦，所以你们是用 GoPro 当前镜头啊？对啊，我们是前镜头是 GoPro， 还好我没参加线上的握手会，为什么？粉丝的头有比你的头还大，我觉得是再小一点点，比实体的再小一点点。对，对啊，所以你们要随时准备好，就是对，我觉得随时要准备好被看到，不要觉得就是成员还没有出现，然后被没有被拍到，是真的有被拍到哦。
还好我注重现场的见面。我是觉得都 OK 啦，只是不一样的感觉吧。还好我等待时间一连呆住，惊吓。嗨，风凉 ，Alex。这份命运早已经注定，好想要跳 Love 休息吗？超久没跳了，从快闪那一天到现在都没跳。滋滋喃喃啊，好像也没有。之前跳啊，对啊，真的是太久没跳。滋滋，周围，可以现在跳一下哦，忘记怎么跳。还是喜欢实际的见面，下次再握多一点点。不行，握多一点点是要握很多，因为这次比较特别嘛，比较特别嘛，我心里也有蛮多压力的，所以呢，就是握多一点，拜托嘛。芝芝分享了直播间，谢谢。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不休息。乌鱼，谢谢你的看好你哦，开心。我没有了，但是尽量嘛，尽量不要因对，不要太累，对，不要太累。谢谢小易。バリバリ頑張る。ありがとう小秀、ありがとう小秀、嬉しみです。那先看到大家在荧幕前，是不是很想笑？不会呀、啊，很开心哎，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脱口罩的样子了，就觉得很开心。对呀、啊，嗨小易，嗯，怎么了？下次握多一点，再耶。Yeah!谢谢笑笑，开心，笑笑开心，搅蛋真的很开心哎，感谢你们，我会加油的，加一张，也是变多啦，感谢，好好笑，土豆仔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土豆仔？诺诺，乌诺诺，我加一位数，一位数是什么意思？一位数是什么意思？加一张就好了，那我也可以。我就是没有比，就是有加一张，比没有加好啊。一桁？耶、yeah! ！めっちゃ嬉しい。ありがとう。没事，不小心按到。薪水小偷，土豆仔。土豆仔，欸，我叫土豆仔很可爱，我以后叫你土豆仔好了。土豆仔很可爱，握多一点。所以三期是不是有个叫多一点的成员？什么？什么？小蛋坏坏哦，坏坏哦，差不多要来了吧？什么时候要来啊？三期生，我还没见过面嘞。我是个屁屁研究的，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偷摸一下他们。看看他们有没有潜力，然后他们跟老板说：“不好意思，我想退团了，因为有一个前辈叫做藤井麻友，他就性骚扰。”开玩笑的啦，不会吓吓他们的啦。你会直接被告？我猜这里哎什么？周日会登啊？不可能啦，不可能！就大家不要那么期待啦，真的。不可能，我是觉得不可能，因为脸跟我们见面都没有，不可能会出现在思雅的演唱会。你们真的不要抱期待，因为一定是顺序，一定是跟我们见面之后才有机会登场，跟我们没见面等于没机会登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就是毕业演唱会一定没有三级三，我觉得，虽然我不知道，虽然真的不知道，但是以二级生的经验来说是这样子，就是一定要先跟我们见面，跟我们打招呼，或是
如果真的要怎么样的话，就是真的是顺序一定会是这样子啊，不然很奇怪耶。就是在毕业演唱会，哎，好久不啊，不是初次见面，然后真的很奇怪，那个画面真的太奇怪了，所以我觉得是不可能啦。对，真的到时候就说就哎什么，真的有三起身，到时候就可以说麻油骗子。没有没有，真的，因为我真的没有见过面。周日不可能，我信你了哦。我是不知道啦，因为毕竟我不知道的事情也许多，就是真的蛮多的，所以真的有可能吗？我自己是觉得不可能啊，但是反正呢，就是不要有期待啦。要先跟前辈拜码头，なかなか面白い感じ。卒業宮城ちゃんが結構リクエスト多く出したって聞いてる。线上握手会都能当天。你觉得什么都有可能？好像是哦，搞不好前一天见面是不可能吧？真的有三级，到时候就可以说麻油骗子了。阿贝ちゃん出るかな？阿贝さん？わからん。所以星期六就见面了，搞不好他们总裁登场，也太满了吧！我们要彩排呢，有他们。三期生のひまりコンサートでやれば集金すればいいのに。あ、なるほどね。こういう納得のイベントで集金してほしい。確かに。可能我们知道的比你多，没错。当天早上见面，不要这么急啦，说不定明天开始跟你们一起采访。哈，什么麻油？今天觉得不可能，明天觉得好像有可能，周五觉得会单纯了。哦，好吧，那应该是，好吧，那就是演唱会主角，我觉得是真的没可能。演唱会主角是思雅，对耶，这样子就是，对啊，演唱会的主角是米亚比强，所以我是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我们也是跟你们一样，就是一个猜测而已。我就是没办法确定说不可能，或是一定会，就是我也是在猜测中。对，没错啊。你的路可，谢谢你的四叶草。你们有看过舞台的实际样子了吗？没有哎。按照现在的逻辑，搞不好很有可能哦。真的吗？这样子的话也不错啊。对我来说，其实真的很期待的耶，真的很期待。好想看到三期紧张到上台哭哦。什么啦？说不定有当天演唱会一批攻读生，结果都是三期生。谢谢阿可爱的亲亲。妈有认证 PP 通过才能进团，没错。先练好屁股再过来，开玩笑的啦。芋头，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有几个人呢，或者是有没有日本人呢，或者是有没有海外的啦，或是之类的，就是真的不知道啦。但是很确定快来了吧，我觉得快来了。虽然我完全没有收到讯息，但是我是觉得快来了。危险发言，凤梨，哈哈。时间上来看是差不多了。对啊，我也觉得。海外的话来台湾要隔离。哦，对吼，对吼，对耶，龙龙，我是期待会有日本人，我会期待的。那成还有没有成员还没有被你摸过屁屁？差不多没有吧，差不多没有。海外的搞不好就现场视讯吧，我不知道哎，希望会有，搞不好现在有人在隔离，你不知道而已哦，有可能哦。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好多，本来没那么期待三期，结果时间一久，现在好期待。什么？你们可以期待，但是你们不可以不推我哦，知道吗？海外的早就到了吧？我不知道哎，全员卸好了，有可能自播自爆了，
生日会还以为你在摸阿杰的屁屁，原来是在保护他。对呀、啊，不然呢？因为那裙子很短呢，我很害怕，就是会被拍到一些不好看的照片。虽然他一定有穿安全裤了，但是我是觉得拍到安全裤不是很好看，所以我就是觉得害怕。现在是3+4，然后自主期吗？我不知道哎。さっき横の配信聞いてる友達がめいちゃんの日本語褒めたっ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タピさんのタピさんのお友達の方、私の日本語褒め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おばかんさんちだ。スクショしていい。本当？ありがとう。いいまい。オンコイン。いいいい。はい。不要穿安全裤就不会被拍到安全裤了啊。嗯，好像有道理。好好笑。哦，难怪你们那时候在笑，我就想说妈又在猫咪屁屁的之类的，我就以为，我就有听到这样的话，就想说，我心里想说，我只是很害怕阿姐的裙子曝光。早安，大家，大比さんのお友達のお友達さん，嗨。ちなみにタピさんのお友達は中国語話せますか？没办法，没有前科太多什么啦。你们上楼我就停止录音了。哦，太棒了。午安，我新来的。晨安。没有前科太多，笑死。話せません。話せませんのね。タピさんは中国語がとってもうまいので、タピさんに教えてもらってください。そしてタピさんと一緒にシチュー屋さんを台湾で開い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まあよ、チェーシンハン。確信犯って言われた。猜猜看、我在喝什么东西？猜不到、你们一定猜不到。まあよ、確信犯。弘毅。ねえ、聞いて。之前の、你知道那个吗？约翰吗？有一个饮料店约翰，我就想说啊，就是喝喝看别的，因为我每次都会喝约翰红茶，然后就喝了一个什么玉念红茶什么的，然后就喝了之后吓到，那是荔枝的，我超不喜欢荔枝口味的那个饮料，我喜欢吃荔枝，但是我不喜欢有荔枝味道的饮料，然后就哦天哪，这样子。唉，生气，而且酝酿红茶好像蛮贵的，比平常的比那个约翰红茶贵20块还是10块，忘记了。然后就那些，哎，约翰还蛮多人喝，对呀，我觉得红茶还蛮好喝的。内湖有没有约翰？我觉得新一区就有了。我猜查理玩结束时候，你上车也摸阿姐的大腿，可可保护阿姐。对呀、啊，就英式奶茶，不是，今天是拿铁欧蕾。ライチのお酒は？お酒？ライチのね、味がね、あのね、あ、ライチを食べるのは好きなんだけど、ライチの味がするものは嫌いです。荔枝味的饮料或是甜点，听起来是蛮怪的。我也是觉得直接吃荔枝蛮好吃。新一区也有，内湖也有，因为我们办公室餐厅啊，真的，我觉得约翰红茶很好喝哎，但是我超级不喜欢酝酿红茶。拿铁欧蕾，对，拿铁欧蕾，最近很红的荔枝红茶，妈也没兴趣，完全没兴趣。我只要看到什么荔枝什么什么，我真的一定不会买。对，拿铁欧蕾是牛奶加牛奶吗？不是啊。就咖啡加牛奶加牛奶，什么意思？我今天也是蛮问号的，就是因为今天第一次买这个拿铁欧蕾这东西，因为拿铁跟欧蕾的意思就是拿铁是3:3嘛，就是3是牛奶，7是咖啡，这个叫做拿铁嘛。那欧蕾是5:5嘛，就是五分牛奶，五分咖啡，不是这个比例上的问题吗？所以呢，我在想说拿铁欧蕾。所以是三分牛奶还是五分牛奶还是四分牛奶叫做拿铁欧蕾？不是七分牛奶吗？哦，我觉得欧蕾是1:1耶，然后拿铁是3:7，我记得是这样子。好多牛奶就是多牛奶，对啊，我真的很好奇拿铁欧蕾到底是怎么样才做拿铁欧蕾？欧蕾好像印象蛮随便的。什么大便的咖喱跟咖喱味的大便，你选哪一个？什么东西啊？我都不选，好不好？泡饮料，还要算数学，我选择喝水。
是含卡南奈加的误会，拿铁的意思。比例是怎么样？我是觉得是四分牛奶吧，因为欧蕾是55，拿铁是37，那就是四分牛奶吧。我猜是这样子啦，搞不好店员也是没办法回答。好好笑哎、欸，还是我赶快去那个路易莎问一下，到底拿铁欧蕾是什么比例的啊？超好笑，你知道吗？我不是最近，大概这一年很喜欢喝咖啡嘛。然后呢，我最近很想要学会拉花，但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始。你们觉得呢？拉花感觉很棒哎、欸，有人会拉花吗？我超想要学会拉花的，超想要的那一种。那我觉得我的手蛮厉害啦，就是会做什么折纸啊什么的。画画啊都 OK 啊，所以我就想说诶，是不是蛮适合拉花。我说我听起来像咖啡味的牛奶，不是，就是牛，我觉得这个比例真的其实算是拿铁，不像是欧蕾。你想做什么造型，就是简单的吧，拉花很难。对对，一杯上面拉花刺猬，好可爱的。你说这个嘛，你说那个你的那个大头贴的嘛，蛮有知道为何啊、什么为何这一次买 CD 会特别版，不知道哎、欸，还会握手。拿铁在意大利原文是10:0，10:0不就是咖啡了吗？欧蕾是55，对，欧蕾记得是55。拉一个妈妈说，我真的很想要。哈里さん、私は最近ね、ラテアートを習いたいんです。そう。那这样都得多得那样的了，蛮难的了，应该是搞。你可以拉一个屁屁的图案，对呀，刺猬真的太可爱，直接当头像，好好。那台北有没有拉好很厉害的咖啡厅？可不可以推荐我一下？我去那边打工。我超想要的，我喜欢在女生放假前把拉花搅拌掉，哇哇。咖啡的话真的不简单，对呀，感觉很不简单，好想学会哦。比当瘦肉粥，有学过，但是拉得很烂，真的。小时候是个恨角色，对呀，跟我差不多啦。大海，秋旭先，贤惠的贤。对啊，拉花很厉害耶，会拉花的，太恨了吧，小时候。拉花很棒，哼，咖啡就是奶奶喝的，谁爱等谁要等啊？哭哭。那如果我在某一间咖啡店打工，然后拉花给你喝呢，小时候，你还是会搅拌吗？还是你会舍不得搅拌？我也有学过拉花，真的啊！你们怎么会那么厉害啊？怎么都有学过啊？你在哪里学啊？还是你自己学？你自己学的吗？还是可以自己学吗？哪有拉花肯定舍不得喝，先拍照再教。学校一句话，我不喝咖啡哦，我会点果汁。气气，咖啡这么好喝，你还不喝咖啡？学类工作者，嗨，等一下哦。什么？我五专念餐饮科的，咖啡也是必修课。真的啊，我咖啡因过敏，喝牛奶就好。哦，对吼，我也几乎不喝咖啡。哦，真的，好吧，我好想要去打工。そっか、カフェインアレルギーだもんね。お茶も無理か、じゃあ。我只喝黑咖啡。那你喜欢喝什么黑咖啡？我也很少喝咖啡，我的胃食道逆流。对哈，想跟你一起喝咖啡，聊是非。可以点两杯，一杯不用拉的拿来喝，一杯带回家。好可爱哦，超可爱的。不过不拉哥。ラテアートめっちゃ習いたいんよ、マジで。本当にね、最近っていうか、まあ、1年、この1年ぐらい本当にコーヒーが好きで。
で、なんかまあラテも好きだからすごくラテアートを学びたいんです。はい、我和咖啡会想说哈是哦，因为你喝热的吗？热的就身体热热的，就会想睡觉，是这样子吗？怎么可能会有人喝完咖啡想睡觉？咖啡因不是让你就是精神好吗？不是这样子吗？还是我错了？哎，奶奶，已经快三点了耶。もう差不多就要关掉了。新しいことをもやりたいと思う気持ちは素晴らしい。そうなんですよ。もうやりたいことが多くて困りますよね。だからね、なんかめっちゃなんか作ってほしい番組があって、TP のなんかなんていうの、トンゾン、トンディゾンイみたいな、なんていうんだっけ、そのグループ AK、 あの AK ビンゴ的なやつを作ったら、私たちが他のいろんな場所にあのバイトしに行くっていう企画をやりたいんです。だからそうしたらさ、その3日の秋ショーの人でもなんかその1日体験バイト、1週間体験バイトとかでさ、なんかいろいろなんかコラボでき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ねすごくしたいんですよ。はい、なんか良くない？だってさ、それでさ、例えばメイド喫茶にバイト行きましたみたいな、じゃあファンの人も来れますみたいな、1週間限定ですみたいな、ファンの人も飽きないと思うし、私たちもいろんなことを学べるじゃん。だからそういうのをなしたいなって思います。我刚刚讲的是我很期待一件事情可能没办法实现，但是我想要做一个团综，就是像类似 AK Bingo 那种，然后呢就是做了一个团综之后呢，就是一个打工经验，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去咖啡厅打工一个礼拜之类的，然后粉丝们也可以来，就是对，就是我们打工的地方，然后我们也可以拿到小费，就是工作费了，时薪160块也是可以，就是反正就是打工费这样，然后也可以赚到一些钱嘛，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可能一个礼拜5个人。然后这样子继续这样，然后这样子就是互惠啊，就是咖啡厅也可以就是打广告嘛，就是我们的粉丝一定也会捧场嘛，所以对啊，就是这个一个是互惠的，然后以后有那个传统，我就觉得很棒。然后就是面包店啊，早餐店啊，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打工，对不对？对啊，就是捷运也可以啊，就是对，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打工，所以我很期待这种团综，但是应该是不太可能了现在。对，天才盖，多分ね、みんな考えてると思う。いろんな感觉很有趣，对不对？那如果你们去医院当实习生，笑死 ！NMB 有做过，那有很多细节要考虑哦。有咖啡就行了吧，看来第一站就是松烟楼下的全家了。就算营业中的团综，对，很有趣，但很有，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是不可能。我觉得是不可能，如果真的要做这个团综的话，大概还要5年吧。我觉得啦。Hello, 伟如，我觉得要大概在5年后。奶奶，五维熊 ，Hello。我觉得啦。咖啡店老板，怎么今天客人都点杯咖啡做整点？啊，对耶，要限时间啦。易瑞，谢谢你的缘分。独宠，计划先提啊。有点类似啊，木曜市的一日哦。原来不知道，可是 AKB。48MDB 做起来应该会是更不一样的感觉吧，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工作都没有做过，或者是有一些成员连打工都没有做过，那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对啊，老板今天的客人怎么拿个共勉之毛巾在那边闹？别的 Hello， 已经3点了耶，我等一下就要出门去练习了，所以大概到这边就要结束了。谢谢大家，听起来成员会出很多包，没错，先从饮料店开始好不好？
加油。好，那我要念榜咯，今天的第十名方面，谢谢。今天第十九名跳掌，谢谢。今天的第八名香菇，谢谢。今天的第七名小叔，谢谢。今天第六名赵恩，谢谢。诶，赵恩的后面有水蜜桃，诶，之前就有了吗？好开心啊，谢谢赵恩。今天第五名大比萨里卡多，今天的第四名是冰鱼，谢谢。今天的第三名仲怡，哦，仲怡的头像是我诶，开心。今天第二名是傻五，上班中的。今天第一名 Gix， 谢谢，谢谢大家。那我要关掉喽 ，Fin， 谢谢你的红玫瑰，谢谢大家，拜拜。